以真实生活体悟为引，将纯粹情感注入每一次演绎，造就了无数难忘的光影瞬间。笃行致远，厚积薄发，期待他们用更多精彩之作回馈观众。微博年度七大演员：程磊、胡冰卿、李兰迪、林一、刘浩存、卢昱晓、张雨欣。掌声有请程磊、胡冰卿、李兰迪、林一、刘浩存、卢昱晓、张雨欣登台，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。同时也让我们有请点赞人演员叶童、优酷副总裁谢颖为他们送上鲜花，加油点赞，有请。无论是荧幕还是荧屏，点点星光也在照亮着这些年轻的演员前行的道路。我想前辈的每一份努力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鞭策，未来的时间里，在这么多期待的目光当中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取得更长足的进步，更稳健的发展。是的，我们是年度七大演员，也期待各位用值得期待的演技和作品，让更多的观众和朋友们热爱并期待大家。好的，我们请大家共同合影留念，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年度七大演员好吗？再次祝贺各位，谢谢，请回座休息，谢谢各位，祝贺你们，谢谢大家。